6月5号下午，台东县政府在礼堂办理台东县104年第二次一般替代役抽签，由民政处副处长张建成主持。这次各乡镇申请服替代役的人数共计有195位，而提供的替代役名额共计有49位，中签率为 25%。 抽签顺序依序为台东市玉岛乡、太麻里乡、卑南乡、鹿野乡、关山镇、成功镇、达人乡、金峰乡、池上乡。此次一般替代役抽签顺利于下午3:30完成。古盛典、徐俊坤采访摄影。